我们是星漫救援小队，我是小队长星星哥哥，我是小队员满月梅姐姐，我是幼幼队员幼君，我是幼幼队员燕心。今天就可以开始我们的例行救援训练喽！哇，星星哥哥，那我们今天要训练什么呀？其实呢，今天的救援训练我已经分配好工作啦。悠悠队员来告诉大家，我是负责海底探险的潜水艇，我是负责打破障碍的投石机。哦，那我呢就是即刻救援的喷射飞机。最后就是我啦，我是负责地心探险的钻地机，厉害吧？厉害。那我们赶快进行今天的训练吧 ，Fighting！ 好诶，那我们一开始就来学习怎么操控潜水艇吧。潜水艇在这里，那要学习怎么操控潜水艇呢？就一定要先请到驾驶员，他是谁啊？暴龙来了！好厉害哦！那接下来请驾驶员就位喽，把它放进去。我来考考你们，你们知道他在水里要怎么前进吗？我知道，就是要这样打水。哦，就像自由式的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燕心你呢？要这样子划走。哦，你这样子蛙式是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潜水艇怎么前进喽。一二三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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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担心，交给小队长星星哥哥，看我的水炮攻击，来喽！哈哈，厉害了吧？很厉害！你们两个想玩吗？想。好，那佑君先开始。加油！佑君，你要打什么？瞄准好哦。打白沙。好，来加油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哇，还直接命中红心哎！那运心，现在你有点压力了哦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是我们幼幼小队员的希望，加油！那么近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一二三，哇！一百分！你们两个都太强了，果然是我们星漫救援小队的小队员哎！真的，你们都太厉害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玩投石机喽 ，fighting！ 空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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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看它像什么？它像三角龙，它像滑雪车哦，真的耶！没错，这台呢就是行走在雪地里的投石机。你们看，这里可以发射雪球来突破雪地里的难关呢。我先来发射，哇！你有没有信心啊，佑君？有。预备，一二三！哇，你打了一个好远的，然后很准的一棵树，哎，也是蛮厉害的耶。很厉害，哎，看起来雪地投石也难不倒你们呢。想不想来做一下其他的训练啦？想。那我们就 fighting！ 咻咻咻！咻我们说这台超级厉害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这个启动，厉害吧？这是用来做什么的、啊？两位悠悠队员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知道，就是如果有人被困在水里的话，它可以用来把人捞起来，然后送到家里去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很强哎，真不愧是我们的幼幼队员，对，他就是用来执行救援任务的哦。那燕心你呢？可以把需要的衣服和食物送到山里头。哎，我都没有想过他还可以用来运送物资哎，很厉害吧？许多救援任务都难不倒他哟！咻咻咻咻！哇，曼云美姐姐这台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那我们就来进行下一个任务喽，拜拜。来，先问一下两位哦，请问你们有挖过沙吗？有。
哦，那你们是在海边挖沙的吗？对。那用什么挖？我用铲子，我用桶子。哇，桶子？桶子怎么挖沙？桶子这样子，然后呢，用这样。哦，你说忘记带铲子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哦，也是很有创意呢。星星哥哥，听你这样说，你感觉很会挖沙哎。那是当然的啦，因为我有最强的地心探险钻地机，它在这里，看好喽，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啊，就是它，太帅了吧！哇，金龙钻地机，可以救援在沙中受困的人哎。你说对了，曼玉梅姐姐，那不然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救援行动吧！咕咕咕咕！哇，你要带沙，带沙子，哎呀，掉下去了！小小的救援篮里面，快点拿！哎，你直接用手拿。对呀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！啊，飞机要掉下去了！走吧，我们出发，出发，咻！那我们现在要飞去哪里呢？我们就飞到下一个训练的任务喽。最后的训练来了，压箱宝时光穿梭机，它超厉害的哦！不多说，直接给你们看它有多厉害。它直接搭载了最新型的微电脑，哪里需要救援呢？哎，博士在这里看一览无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动喽。哦，好，那要怎么出动啊？首先呢，要先让驾驶坐上它的驾驶座，你来帮忙。哇！有他的小车车，再来呢就是展开轨道完成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有一个警铃的声音，这就代表说有人需要救援了。快点，救援幼幼小队来了，赶快出发救援喽！幼幼队营救军，到！哇！救援成功，欢迎幼幼队员燕心。哇！看起来。你们真的都非常厉害，而且都已经成为我们星漫救援小队最厉害的救援者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全员出动喽！出动！出动！出动！全员出动 ，Go！ 时空探险队带路面，时光穿梭机出动，穿越时空，恐龙小队出动，按下开关启动，带路面出发，上吧！Spider-Man 时光穿梭机 ，Spider-Man 出动，空中救援抵达，异手龙飞行器，看我的厉害，发射，角龙超时机，打倒他们，发射炸弹，海龙潜艇排除障碍，战龙钻地机，时空探险队 Spider-Man。